2008年亚姐亚军颜子飞自从做咗抽脂隆胸手术之后，自信心都翻晒嚟，平板身材即时三级跳，变成 C 级上位击佢。早前就约埋2009年落选港男吴云普、欧云同埋一班型男索女出海同阳光玩游戏，上咗船冇耐，颜子飞已经急不及待换咗套细码比基尼，尽晒友人 body 啊！而欧云亦都唔输蚀，即时剥衫表演跳水，冧得一班 model 朋友非常开心，之后仲施展埋力的表现，红抱起有份参与拍摄夜蒲系列嘅何婉彤，差啲就吓到人哋梨花失色啊！无线主播莫家鉴亦都唔执输，为咗引咁多位靓女注意，即时孖住欧云一齐去到游艇顶层表演高台跳水，惊险度十足噶。而有呢无杀手之称嘅魏俊豪，呢日竟然一反常态，独自喺船头叹日光浴。想知更多精彩内容，记得留意新一期《东周行》。